我妈就开始敲大门了，为这盛大的节日做准备。我现在就是准备工作。嗯，准备工作。我下楼去买菜去。这我姑娘今天这不也参与呢？啊，没有刀使剪子，咔咔的。姑娘妈妈下楼买菜去啊！哎呀，哎呀妈呀，还竖个大拇哥。这是小鸡儿。这我大舅拿的那小鸡儿，那老胖了，水好像要多是吧？嗯呐，还有一块呢。我妈整过，我去买菜。徐大厨来了。来就得干活，走过来。那我让你来干啥来了？走过来都不行，那要跑过来了。那你不打车，沙楞的都几点了？这早上八点开始追，那十点了多了才来。所以我不得一步步。那你都抓紧了，知道今天有事儿，这不有你能成席吗？你不来这些活谁干呢？不干你吗？你再一有那啥玩意儿，进屋都不待了，就今天是那回事儿，是不是？来晚了，知道咋回事儿？对，你来晚了，你得知道咋回事儿。这是下来，坐在桌上瞅我瞅一会儿，下来好了，好些。就让他坐着看。最苦，不下来让我抱啊！不是一关门他就怀孕，他要穿衣服，家里面能又吵一下，完了再养。养闷饭了吗？没有，没饭还没闷呢。这两秒米饭吗？得闷饭吧。你整吧，整我闷。那两碗够不？两碗三碗？三碗，今天人多。那阵我还寻思，先给饭闷上，省得锅占着。忘了，一打开，忘了。我才让看着锅想起来了，要是让我看不着锅，我也想起来。忘了，怪的。给这大鹅搁麻椒，多扒拉一会儿，完了再炖，好吃。没有啊，没点着。今儿搁大料代替了，忘了上超市找妈买菜，忘买了。其他能炒成这样就行了。先拿这高压锅压，要不愿意投，完出了一套汤就完事儿。啊，好了。拍下来，发网了，让你们。你们家那些粉丝看看这丑鞋，这娘俩玩玩还干起来了，寻思专门找个人哄孩子吧，我们都做饭，这娘俩玩玩都一个挑嘎子一个搓子，这家干的。咋这小心可大了。这俩一大锅，还能搁进土豆干了吗？妈，那就少搁点吧哈。这家我大舅给拿这鸡是真不小，整个一大锅都翻不过来了。炒是炒不了了，翻不过来呀。直接添吧。哎，要不说娟儿那说话有劲呢，你早上又吃那啥了？那当当的老有劲了，你说完了还找我妈哈哈的。对，那说的也是，都有道理，说的也有道理。你看，还有跟他一那啥的，一个战线的。我妈这辈子老公平了，得看看理，有道理，说的确实有道理。对，你就得干。我妈是讲理，咱俩是亲的。不能愿意太晚。太晚了，就这材料了。哎呀妈！这不太晚了，这叫啥呀？你买的木头太晚了，还掉屑。哎呀好，对。就是咱们原先使那太晚了，做点啥好？做点啥好吧？那玩意儿好卖啊。那有这个。你给他往这边再拽拽，你蛋蛋跟那啥上了，他不就不倔的了？其实这玩意儿吧，不就太晚了。你就说倔不倔的？这刀工。拿一个切手汤。这凉菜师傅已经准备完毕了。
这白菜干一堆。这咱老店直播间拍的那个什么鱼了？你看看这是啥鱼？我都忘啥鱼了。这玩意儿就是什么？就跟那个那啥似的，跟那个多宝似的。正好赶上今天过生日也邮到了，还挺新啊。人家在渔船上下来完，直接就打包发了。周元呢？你这脚脖子还戴个手串，给你大哥这手串都拿出来了。这家伙，这家打的，还咳嗽。敲门。这锅压啥呀？敲门了。嗯，压完了。还开呢，周元开呢。我干嘛敲门？咋不动呢？上学了？心没听着呢是吧？啊，公子谁？呀，大外甥来了。那现在没动着呢。我接他的没音。你妈一敲门就听出来。这咋一开始一点动都没有了？我接周子涛呢。开着气球呢。嗯。吃饭。开始看饭啊，老妹儿。嗯。你好。开饭。哎，真像样。不吃了。妈妈。咋的？来句嗑儿不是啊？你爸爸咋的？你整两句啊！你整两句。大舅子生日啊！我给你剥鸡蛋呢。妈，你来个大。你吃吧，你吃吧。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吃了腿，你吃吧。你专门买大腿吃。你想去刚才吃？小鸡吃一个。吃吧。大舅子，我吃完了。妈，你伸几口啊？这咋的了？好好吃。公子来，公子来，公子吃啊！米饭还没吃呢。吃饭了吧？吃。饱了，饿了，吃饱了吗？米饭都没吃，就吃一个腿儿。一个腿儿没吃了吗？那咋整呢？这整的你吃。咋？来，再吃点。你到时候下午再弄呀。跟爸花多少钱？行行。打算花多少钱？给这个。这老人也花一百呢。这个还要那个包。看还要这个包啊？这吃的包。往吃细管子，这鸡爪不养的？脑袋也有细管子。脑袋是的吗？啊，那五六点钟放学不饿吗？没有合你胃口的，再吃点来。嗯，还有尝尝的呢。这早上吃多啊？早上吃仨包子。筷子呀。我要白那个，我也不要黑这个。那没有了，就这俩鸡爪子。你看老于这咋样？我打你。嗯，老于这包咋样？就大舅家的饺子，这鸡可不小。别别行了，都赶上大鹅。大牙好掉了，这样吃。比大鹅大，大鹅才炖那个。那怎么？没炖吗？炖我没有，什么人炖我？那我那我跟你说，现在谁给你上来了？给你点面子，跟他老姨夫炖你，看这都是炖，刚才这炖你。哎，疯子，你说那天鸡头十块钱是多少？三块钱三袋儿啊？嗯。我跟巨人娜过来也没敢买。那玩意儿没咋用啊？就是便宜，本身就便宜。对。完，他写的打特价，我没敢买。就是便宜，鸡头。这玩意儿，现在。昨天刘峰烤了几串鸡头，是不是鸡头是最便宜的？我都没吃上，就老二吃。对呀，早先也是鸡头最便宜的。鸡头、鸡心、鸡胗儿，鸡胗，胗儿挺贵呀。嗯，对呀。你要炖就不好吃。我说我单独买点鹅爪子跟大哥大鹅给炖，你说多少钱一个？那你买的鸡爪子都二十块钱一个，他分割的就贵，不好买都。好买。八万拿去，你猜多少钱一斤？不得占40啊！哎呀妈，你太多了，40块钱一斤，40块钱一斤，怎样？鸡爪子20块钱，你说哪爪子能不能？对，40啊！妈呀，我说一斤能买几根啊？太奢侈了，别买。一斤呢，也得要个那什么吧？那大鹅太小了，那是一只啊？嗯，没鸡大的，没吧？一只。要不我说我大舅拿个鸡大的。那别看鹅小，也得有七八，也得六七斤。大的估计也就十斤，是吧？林哥卖的那小的咋算呢？这小的200啊？啊？看大农庄鸡卖21斤。那你要说按斤卖还合适？合适啊。哪个大农能有十小的不合适？200一只啊？怎么也挑大的？按斤买合适啊？
当时随便今儿的就是100多块钱，那一锅玩了。那精子，精多少钱？跟混子那几年啥都养了，谁不大鹅、鸭子、小鸡儿。那养就下蛋了，吃多少啥就杀了。嗯，大鹅杀了，炒蛋就卖了。你能听懂他说话吗？我是一句听不懂。我搁这跟前我听着，那好像是说说的大鹅淘汰了还能吃了吗？就是又得死个钉子。你上青卷的签子我们也没少吃。那年过年或者没少拿。酿焖子、签子、灌肠。这上明买的。嗯，咱上明买个买东西，让啥都一样。200来块钱，没说吧？花200来块钱买的，买点肉。你看做那玩意儿特别好吃。对。凉菜师傅。农村大集粮代师傅，你说这玩意儿整的，你说外头整好看点，里头整好看给谁看呢？是不是？人里头是带发热那个，是不是？石墨烯加热才能吃。黑科技。拜拜，家人们，我吃完了。主角也下桌了，剩我们几个了。那屋可上桌了。嗯。今儿你爸过生日，你说两句。给他唱个生日歌，祝他长生不老。咽下去唱，唱个生日歌。过生日都没心情。唱，多好个词儿啊！一上午都挺好的，吃饭积极。他好像习惯了，就吃饭就得积极吧。哎呀，给眼神了，瞪人呢。这股劲儿多好。你都说呀，你说祝爸爸生日快乐啊。我俩都俩好了。你说给爸留出来了，要不能弄点。不是，我现在爸不吃鸡肉。嗯，不吃鸡肉。是我先给他留点，那留点鸭子的肉呗。没咋的也得跟那鸡差不多。三个鸡这瓜子没瞅可没鸡啊。一个鸡鸡他还没有这鸡大。没有这鸡大。抄完了一大没有，剩那一旁。这鸡抄完了，炖前一大锅，平锅一锅。拜拜，把人都吃没了。拜拜，就剩我跟我妈俩，我妈还招呼呢，没人来呀。